第八呢叫做开示进修啊，就鼓励的意思啦，说文艺如赐啊，然以随缘方便而说，善男子善女人啊，看右边右下边这个超细比丘这个典故，就是鼓励你持戒了哈。说佛在世有一个比丘，乞食途中被贼劫夺衣物啊，这个贼啊把这个衣物啊夺走了。记得你要讲到这个要恢复到2500年前，那个时候要得到三衣一钵很难，那个时候的纺织业没有这么发达，不像我们现在一日一夜工厂一动，哇，几千件几万件衣服袈裟都可以做得出来，2500年前没有办法的。2500年前哪有机器啊，他们要得到一块布啊，那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所以这个有衣物就劫啊，这个贼啊考虑虑就考虑其告发追捕啊，怕呀、啊、怕这个到这个官方啊去告发就追捕，乃意杀之啊，又把他比丘杀掉。内有一贼知道比丘法，里面有一个贼啊知道一个比丘的戒法，告诉其他的贼就这么说，我们呢不用杀他，不要杀这个比丘，只要以生草，生草就是有生命的了，不是枯草，哎，用这个生草啊系其手足，哎，这比丘就不敢动啊，动他就会拔草啊，哎，草就拔起来，草就死掉了，连一根草啊比丘都不可动，对，但以生草系其手足，比戒不伤草木，比丘戒里面不伤，不坏鬼神出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比丘戒里面呢不伤草木，自伏动耳，他就不会去动，他动了以后这个草啊他就拔起来，嗯，草就死掉了。贼如言细之啊，这个贼啊，哎，就按照另外一个建议的，就把他用这个生草把这个比丘捆起来，这比丘啊因为守戒宁死不移，你看 他一移动他就草就会伤到。贼去移眼，这个贼啊离开了很远的地方啊，走了，有行路人来方解其系啊，把他的啊这个草啊系在手上的这个啊这个草啊解开来，你精明护戒宁死不犯，这是鼓励的啊、哦，这是鼓励的。这个是佛在世这样，要我的话，要是说今天啊我刚好2:30要讲经哦，然后刚好也被抓去哦，用这个草哦捆起来哦，你看我会怎么做？你慢慢参吧。嗯，我就会用智慧了哦。哎，为什么？赶快打手机呀、啊！叫人来解开啊！啊，发简讯呢、啊？啊，底下啊，一，既然受这个满分五戒，其他我们不念了哈，少分多分满分敬恨啊。既然受这个满分五戒，当尽行受尊重真经，手持不犯，如爱一子。如是父母啊，守戒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，爱护这个戒律，就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，要听话。如朝夕比丘这样的持戒的精神，如浮梁渡海，浮梁就是救生圈啊，啊，持戒就是等于带一个救生圈啊，啊。你要渡过这个生死的大海，那就是要这样子。第二，受了五戒以后呢，尽学菩萨戒，能持则受。好，换过来啊，
第三，年三长斋业啊，比如正业啊、午业啊、九业啊，六斋日啊，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，要是没有三十日，可以往前推，比如二十八、二十九，啊，那么也可以补，比如说啊，下个月初一再补一天。我告诉诸位啊，戒律是活的，这里就要注意听了。有一个律师提出来，他认为这个六斋日啊，一个月持六天呢、啊，有个善巧方便，比如说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大家都不上班，可以选六天来持，专门选星期六、星期天。在座诸位哦，要持这个五啊，持斋，平常人没有什么问题。今天你在公司行号上班，或者是你做水电工，或者是你做水泥工，好，大家都在工作，你受菩萨戒，好，十二点到了，十二点到了，筷子放下去，不吃饭。诸位，这筷子一放下去啊，要到明天凌晨太阳出来，你才可以吃东西啊。他做水泥工啊，他做水电工啊，这从早上一直抄，一直抄。你说他怎么办？啊，好，星期一到星期五通通要上班，你又要过午不食，又要吃素。他又没有体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律师很慈悲啊。他提出来建议，只是建议的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，每一个人的时间空间不同，可以利用星期六、星期天来吃斋。为什么？那天不必出去啊，不必工作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好，你说你在哪里上班？银行上班好了。好，十二点，哎，十二点就吃午了，就过午了。好，十二点银行正在忙着了，是不是？正在忙，那正在忙怎么办？你佛弟子总不能说，哎，银行在上班，我十一点半我就去吃。那十一点半大家都在银行都在忙，你一个人你敢吃吗？好，到十二点你不能吃，放下筷子，放下好了，那你就等到明天吧。持戒还是要活用了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律师特别慈悲，选个星期天、星期六，不上班、不上课，星期天你要吃，可以啊，可以吃。我觉得这个律师慈悲很好。这个我没有想到哦，我学律学了那么久、哦，没有想到说星期利用星期六、星期天哦。真的是在一本杂志 看到那个律师在发表，哎，我觉得讲得好。因为现在的工商业时代，不要开玩笑啊，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要上班赚钱养家，你根本就动弹不得，你想持五门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门都没有，不可能啊，开玩笑啊。底下啊，记得啊，应如数就是吃素啦。我告诉诸位啊，现在的素食也很糟糕，那一些商人哦，都掺杂一些化学药品哦，哎呀，那个是素的不像素的，荤的不像荤的，现在吃素的人也没什么福报，水果都是喷农药，蔬菜也都是喷农药。他说、啊、又不敢叫你开眼吃荤、啊、那食物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着办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水果有农药，蔬菜有农药啊，你也不能杀生，不能吃荤，那吃素、嗯、你自己保重啊。这个我不会回答，哼，不会回答哦，你看着办。好，那你说你有农药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办？那、嗯、还是要吃啊，自己啊考虑考虑，冷静一下，看应该怎么处理啊。这应当素食持斋，八关斋戒，加功修持。第四，受五戒以后要修十善业，做诸功德、啊、要护持正法。
第五，要深信切愿持佛的名号，就是进修定慧而以净土为归。第六，奉事三宝，佛法僧亲近善知识，度化众生，护持正法啊。那么受过五戒，要常常礼佛，要念佛，要阅经，要习教啊。教就是要道理要懂啊，习教就是要听经闻法。你不能说一天到晚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不听经闻法，不听经闻法，你怎么开智慧啊？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，对不对啊？要敬身，要敬三宝，好好的礼敬三宝，要护持三宝，护身啊。那我们在家祭司是佛弟子，不护身那护谁啊？但你要护持僧团啊，护持三宝啊，等等，皆为奉事三宝。第九，发四弘愿，四弘誓愿，和尚名持。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经云啊，若有人不发愿而持戒者，得少许福。是故今当发愿，以恨愿相知，或者是念行愿相知啊。行就是要去做，愿呢就发誓啊。愿没有愿力怎么弘法呢？没有愿力怎么修行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今天发愿说，哦，我要来这里啊，讲这个五戒，就是下冰块，我也要来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来怎么行？布告都发不出去了，所以这个愿很重要的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哎，发这个愿以后就定下来。啊，是我。有的人发愿，哦，我一个月赚3万，我一定要1万供养三宝，发这个愿，每个月都照这样做啊。但有的人发愿，我一生一世都不说三宝的过失，不看任何人的过失，一句都不讲。那有的人这样发愿呢，啊，自己要下定决心，啊，人家你要跟我讲是非，马上就砍掉，马上就停止。哇，哦，正信的佛弟子啊，什么是非通通打不进去，因为叫成佛了，就成佛都没有是非才能成佛啊，有是非怎么成佛？是非心能成佛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啊，是非恩怨自有因果，放下放下，这以恨怨相知，方成佛道故。奴等今当随我言辞，恭对佛前发四弘誓愿。和尚名持云：我弟子某某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为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呢？依苦谛，谛就是真理啊。苦谛的意思就是，这个世间实实在在实在是很苦啊，这个是永恒的真理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头一痛，感冒，哦，我痛得不得了，是吧？那我们这现在的癌症又特别多啊，脑癌、喉咙癌、口腔癌、鼻咽癌、肺癌、乳癌、大肠癌、胰脏癌、肾脏癌、骨癌，通通癌症，膀胱癌，苦不堪言啊。年纪大的时候气喘，咳嗽，我以前啊，一咳嗽起来3个月，你看这个大莲花居啊，那么清净，通通是东西，我少呀，咳嗽，以前的咳嗽咳起来，还有调调，那时候就感觉苦不堪言了，这个世间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依苦谛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我告诉诸位啊，只要是人有无量无边的烦恼，
千人千般苦啊，苦苦不相同。你不必羡慕别人。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最有福报。为什么？了解生命的真相啊，了解生命的真相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佛以后，听经闻法，烦恼就慢慢的断，一点一点，一滴一点一滴。哎，这佛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，彻底的改变，彻底的摧毁你的烦恼。啊，烦恼很简单，问题就是你执着假象，就烦恼就起来。你执着假象，烦恼就一定起来。对这个境界贪婪，对这个境界嗔恨，对这个境界愚痴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那个是空啊，色即是空啊。花分析起来，花是空；人分析起来，人是空。死后剩下一堆骨头，好好的冷静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会观想啊，哦，这个大美女，大美女现前，好，用那个外科医生的刀子开刀，从这个上面剖下来，一刀划下来，血喷出来。你看到心脏，看到胃，把这个肋骨撑开来，肠、大小便、骨头，世尊叫我们二六时中注意观照。外科医生这样刀一划，血喷出来。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到底在哪里？我们这样一直追求这个世间的生命的假象，难道是办法吗？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个办法来解脱？是不是？哎，你就了解啊，烦恼无尽是愿断，啊，了解这个缘起的假象，啊，世间是不净、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道理，以基地。集，集就是贪嗔痴，集合贪嗔痴。我们集合贪嗔痴，他就烦恼，就烦恼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依这个道，道就八正道，三十七道品，要修行啊，依法修行啊，你不修行就是死路一条。啊，有的人不敢进佛门，因为吃苦啊，不能爱漂亮啊。要看淡薄，他就要故意要迷惑自己，不敢认清世间的真相啊。我们讲这个这里通啊，那你就跟外面的讲的那更这，为了这个头发，为了这个化妆，哇，那个烦恼的不得了。世尊不能这样子讲哦，你这个哪里漂亮啊？头发漂亮，头发剃起来。世尊哦，哪里漂亮啊？哦，这眼睛漂亮，把眼睛挖起来。那里漂亮，额头漂亮，把额头皮掀开来。我做一个假设，你们观想看看。今天在座诸位，我们同时把在座诸位的脸皮把它扒掉，除掉这层皮，除掉皮肤，除掉。诸位，你想想看看，你彼此之间互相认识吗？不可能，开玩笑，把这个皮剥起来，你到底是谁？还要用猜的？你到底是谁？大家都血淋淋的是肉啊，你怎么认识那个人是谁？有个美国的小姐哦，她在高速公路飙车，我看这个 Discovery， 她在高速公路飙车，飙得很快。这个大学毕业，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美国啊，就在高速公路飙车，因为速度很快，撞到护栏，打滚以后。车爆炸，烧起来以后，烧的要闪躲，闪躲不及，烧的这个脸面目全非，里面的骨头撞碎，皮肤烧掉，哎，这个警察来救出来，没有死啊，惨了，也没有死更惨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开始第一次的手术。还有 X 光、断层扫描、正面、侧面骨头重新再规划，
画了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，第几公分，第几个交汇点，骨头碎掉，然后那个他把一个脸、啊、那个医生把一个脸、啊、用这格子一画，坐标画出来，一射射影，正面反面三度空间，哇，整个脸通通撞碎。开刀开十三次，开十三次的刀，然后把这个皮肤拿来补补，可是再怎么补都没办法，他这个脸呐、啊，已经啊看了你就会怕，烧得很严重。然后 Discovery 把他的还没有出车祸以前的相片出来，出车祸以后治疗了几年下的相片100，一个是仙女啊，仙女啊，一个是恶女啊，恶魔女啊，你看了晚上看了你就会怕，完全不同。所以啊，了解美只是一层皮，要很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，才不会忙得很严重很苦恼啊，一刹那之间就消失了啊。世尊讲的这个就是真相，也没有办法辩论，事实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一堆骨头肉做成的。一道地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这是一灭地啊，就是灭掉啊这个烦恼，哎，灭掉烦恼，这个灭就是极灭啊，就涅槃的意思，涅槃的意思。这个苦是世间的果，极地是世间的因，道是出世间的因，灭地是出世间的果，灭掉烦恼得涅槃。苦地是世间的果，生灭的果，极地是世间的因，就是生灭的因，道地是出世间的因，是不生不灭的因，灭地是不生不灭的果，就是涅槃啊。一苦集灭道地而发，地就是真理，地就是真理。第十就是回向，和尚名慈云，受戒圆满，大众念佛回向，大众念佛数十声，引礼师呼受戒者，礼谢戒师三拜，拜以维罗师举句唱云：受戒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受戒就是受五戒吗？受五戒有无量的功德吗？殊胜行，无边的胜福，殊胜的福德通通回向。普愿沉溺诸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啊，希望那些沉溺在三界内的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。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刹的就是国度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就是身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法。所以到最后回向还是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还是一样啊。受五戒法啊，全部讲完了。那么这个附录呢，就简单的解释一下。受戒歌说，受戒容易啊，守戒难，莫将大业等闲看。大业就是成佛了生死的大业啊，这是大业啊，莫将成佛了生死这个等大业啊等闲看，就是不能小看它。这是偶益大师做的哦，受戒歌是偶益大师做的啊，明末四大师啊。这个扶郎渡海惜亲户啊，就持戒啊，就像救生圈，渡就渡生死海，你千万要好好的勤护戒，不要去犯。一念差池前提禅啊，一念差池那么就是坏了，你只要有一念错，差池就是错误，那么就前提禅
啊，那么就是全部就毁坏了啊，就是我们清净自性就伤到了。哎，那么离圣欲便安难，离就是内心的对无生理体会啊，很有理性，对这个道理懂，而且能够坚守。圣欲就是外在的境界，简单讲就是内在的理性，内在的这个悟道的道理真理胜过外面的欲望，就是境界啊。啊，我们了解外面的欲望境界，世间是生命无常，是假象啊。那么内心的理胜过外面的欲，便安难。难就是大波，就像海水波啊，这次南亚的大地震海啸，难就大海的水波啊，就说浪高好几层楼。你看啊，报章写的时候死了三十几万人，有的人报道是死了四十万人，啊，就大海波。那么如果我们呢内心呢啊有了真理胜过外面的这个欲望，我们就可以稳得住，安然安住这个大波，就不会被淹没的意思。把定从来生死观，稳住这个生死观。其实这个生死都是从着相来的，哎，从这个着相来的啊。世间人追求五欲六尘，他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吧？是不是啊？理所当然的。哎，任他逆顺魔金剑呐，任凭他逆境或者是顺境，魔金的箭射过来，这魔金其实就是欲望啊，射过来，哎，我们真的悟了，了解那是生命的东西啊，不要任它左右，不管它是顺境也好，是逆境也好，这些种种的五欲六尘箭射过来投向我们，凝凝孤怀夜影寒。这凝凝本比喻作寒冷的意思，寒冷的意思。孤怀就是单独啊，夜就比喻啊，我清净自性啊。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？凝凝寒冷表示比喻一切境界，一切境界现前，不管顺境逆境现前，我们还是单独的显现我们清净自性，不受影响，叫做孤怀夜影寒啊。这个影寒，月亮的影子啊，影现在水中，表示这个月亮不受影响，天边的月亮还是一样处在那个地方啊。这句话从文字上的意思是说，在寒冷的这个冬天啊，或者寒冷的天气啊，那怎么样啊，一颗月亮还是高挂在虚空，不受影响。用这个佛法的解释切入的意思就是，一切的不管是顺境是逆境，都不影响我们的清净自性，都不影响啊。这个月亮影现在寒冷这个水潭里面啊，这个水池里面啊，月亮还是高挂在空中啊啊，一切境界你用清净自性，那不增不减啊，也没有来去生灭增减相啊。五戒歌，不杀生是大慈人，物我是同一个体性，如长春，长春的是永远的春天啊，啊，永远的春天，就像春天一样子的来呵护天地万物，就像我眼睛亮啊，也可以感受到春天，就是我眼睛看不到是瞎子，我耳朵听不到也了解这是春天。春天照顾每一个人，不管健康的人、残障的人，眼睛看得到的、眼睛看不到的，耳朵听得到的、耳朵听不到的，通通照顾。一个有慈悲心的人、平等心的人，是没有分别男女老幼的，就是物我本来就是一体性的，如长春也永恒的春天，是吧？那么软动鸢飞，地上爬的这软动啊，就是虫啊在地上蠕动，这个念软动就地上爬的，鸢飞就空中飞的，就昆虫
佛性是平等的，哎，只是前世造业呀、落入了这些 昆虫。有一天呢、他得人身呢、修行 也可以成佛。贤义贵贱无疏亲啊，疏就是远离，亲就是比较近。无论是贤能的人、愚痴的人、富贵的人、贫贱的人，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分别，应该平等的看待，无物疏亲，不偷盗，充义傲，充就是充满啊，义就是正义，傲就是身，充满着正义大于大地，天地的意思啊，傲就是在天地啊，充义傲，充满着正义的傲是深入，其实就是指天地了、正气充满天地呀、因为不偷人家的东西呀、正真青年明节操啊，那我们是很青年，那么不偷盗，我们的节操很好，别人相信得过我们。心外无法可当情，情就是执着，心外以外的就是这些有形象的六尘六根六识所建立的万法，其实都是唯心所造，不是真的。心外没有法可以当情啊，根本就 不值得我们执着。心外无法，为什么？法外也无心呢？境就是心。菩提性具非他造，我们的清净自性每一个人都具足，不是假借外来的，是内心本来就具足的，不假借外面的。不应欲犯恨毒，毒就是身啊，身心皎洁如珠玉，珠就是摩尼宝珠，玉就是宝玉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世间最贵重的啊，最亮丽就是珠宝嘛，就是玉嘛。泰山乔玉，乔就是高，这泰山呢高高的矗立在那个地方啊，立清风就是像泰山一样的高耸云霄，然后呢乔玉，泰山乔玉就是高山，玉就是山嘛，是吧？这泰山也是山，那乔玉就是高山啊。那么泰山还有这些高山高高的矗立，立清风也是不盈溢清净啊，清风就表示不是邪风，不污染。等闲就是清净的意思，心清净叫做闲，我们闲不起来，我们闲不起来，这个五欲六尘呢，我们一点都不闲，这等闲，这个闲字啊，中间这个木啊，跟中间这个月，这个闲呢、是通用。我查过这个词汇，两个字通用。等闲超出娑婆欲，娑婆欲就是三界如牢狱啊。心清净，然后就可以超出啊三界的这个牢狱。不妄语，沉香语，我们不讲谎话，我们要坦诚相见啊，要诚心。作为这个夫妻也是一样啊，互信啊，对不对啊？师徒也是坦诚啊，朋友之间也要坦诚啊，要不然谁信得过你呢？那么广长舌相昏突聚，你不打妄语，你有智慧有口才，可以出广长舌相度众生。广长舌相的意思就是说法的意思了。昏途就是三途，地狱恶鬼畜生，或者是昏昧的众生叫做昏途，没有智慧的众生叫做昏途。聚就是火炬，就是火把照亮的意思，意思就是出广长舌相而弘法利身，度那一些愚痴的众生或者是三途的众生啊，就是大火炬，如同大火炬。狮口就是发誓，这个狮口呢就是讲话要信用，
矢口是吧，发誓的意思啊。我们讲的矢口否认也就是发誓否认呢、啊、那么矢口就是发誓我们持不忘一戒，这中间如果加一个如呢就更清楚了，矢口如千金，敌国亲，就算敌国也敬佩我们。一个人讲话守信用的人，不打妄语的人，那么他这矢口就是讲话就如同发誓，大家信得过，一诺就千金，哎，就像千金一样那么贵重啊。如果你打妄语呢，就如同粪土。打妄语你讲话对不对，人家听都不跟你听，你今天欺骗人家明天欺骗人家，那将来谁信得过你啊。所以妄语如粪土，不妄语呢如同千金，一诺千金嘛，不可以说谎话。敌国亲，就算你的敌对的国家都敬佩你，你讲话守信用嘛。九戒同归做周主，周主就是周，这个周跟主啊就是大海中的一个小岛。哎，所谓大海中的一个小岛，意思就是哦，这个船只走到大海中，哎，靠了海，大海中的一个绿洲，小小的一个海岛，一个绿洲是船只所依靠的。那说在这里啊，就作为依靠的意思。九法界共同归坐，就是依靠，当作依靠，归坐就当作九法界同归坐周主，就九法界一同可以依靠的，那就是不能妄语。讲话妄语以后，谁听得进去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佛弟子啊，应当啊要诚信相与。再来，不饮酒离情丑啊，我们也说一喝酒起来呢就乱性，喝酒起来呢就失态，喝酒有时候开车撞死人啊、哦、那个车祸啊，一问一测就是酒精价值啊，酒精值啊超过过量，都是喝酒啊、闹事，醒过来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了。所以这个不饮酒啊，离情丑啊，情丑就是一切的丑陋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啊，这个不要喝酒。智慧照明狮子吼，哎，你饮酒了、有时候就会伤到脑部，开不了智慧，是指很严重了哈。那不饮酒呢，哎，脑筋清清楚楚，智慧就照明如同狮子吼。一里圆珠岂更旺，一里的圆珠那比那些圆珠就比我们的人每一个人的佛性，我们的衣服里面藏一个圆珠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佛性，岂更旺，怎么可以忘掉呢？是不是啊？你喝酒啊，讲到这个喝酒，在这个戒律学里面讲，有一个阿罗汉啊，有一个那个印度当时有一个村庄啊，那个恶龙啊都在作祟，兴风作浪，恶龙啊在一个毒窟里面呢、啊、会喷火，这个恶龙伤害了很多众生。哎，这个有一次啊，这世尊的徒弟啊正阿罗汉果就去这个洞窟里面呢、啊、降服那一条龙，就降服了，用神通啊降服那一条龙，降服了以后呢，哇，这个村庄里面呢、啊、就供养他，然后我就感谢他，也供养了很多的酒。这正阿罗汉果呢一高兴呢，降服那一条龙啊，就喝了很多酒，喝了很多酒啊，因为不生酒力非常严重，就躺在地上一直呕吐，因为酒力太强，一直呕吐，一直反胃，一直呕吐。哎，这个事情啊传到了世尊的口中的 耳朵啊，世尊就说，一个正阿罗汉果的人，可以降龙的人，现在、啊、躺在地上、啊、
呕吐打滚，连一只癞蛤蟆都降服不了。所以说喝酒啊就是不好。世尊就是你看这阿罗汉果一喝酒，神经系统整个被破坏，就躺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在座诸位 啊哪一条戒啊守得住啊，你都受益良多啊，免得亲翁再苦口啊。那么衣服里面的这个圆珠就比喻我们的佛性，怎么可以忘，免得呢亲翁再苦口。亲翁就是佛了，免得 啊不要再一次的佛啊又一次的啊来叮咛我们，警惕我们，训诫我们。断淫句，清彭济清居士作，是淫欲不断，万劫沉沦，念头方动，天怒地嗔啊。那么这个文字都很简单哦，看一看就懂啊。戒妄句，一于真实三界导师，一于七妄万恶由师，由师就是由此了哦。这个文字也很简单啊，你一于啊，你只要讲这句话出来是真实的，就是三界，如同三界导师。你这句去驱狂一切的恶，就从此而生。哎，舍身句，丹鹤大法是名丈夫。丹鹤如来的大法，又弘法利身，才叫做大丈夫。驱破壳子，驱破就是要看破这个身形。诸位，讲来讲去，通通在讲几个字：看破、放下、念佛往生。要彻底的看破这个假壳子，世间人啊，用这个假壳子啊，求享受。世尊说，我们享受的东西错误，我们用这个会烂的这个身体，会臭的身体，会病的这个色身，想要求得永恒的快乐，世尊说方向错误，方向错误。哦，这个色身要去喝酒、打牌，世尊说会坏的。我们用这个色身哦，每天一直保养，希望给他不要老，世尊说这是不可能的，不要开玩笑，无常总是会来到啊。你怎么个保养法呢？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礼貌还是要保养啊。对的，你在保养当中，内心里面要很清楚，有一天我们会老、会丑、会死，一定要很清楚。老了很正常啊。要所以简单讲，就是要看破这个假壳子，非我非取，非我就是无我相，这个取呢就是他，就是别人。这一句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取就是其他，你去查那个字典，就取就是其他，就别人。那其他就是非我，就是无我相；非取就是没有其他的，其他就是众生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。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叫做取啊，其他叫做取啊。啊，非我非取，看破这个假壳子，四大本空，无因无我。你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通通是假象啊！死了一个，通通一堆烂骨头。哼！我们今天就为这个色身忙得不可开交。起懦惧，懦就柔弱啊，起懦要就转过来，要转弱为强啊！啊，我们说懦夫就是这个。懦夫就柔弱的人啊，一点骨气都没有啊。人家讲懦弱的人一点勇气都没有，是这样啊。起懦惧，儒曰大勇。儒教讲啊，孔子讲仁义礼智信，不杀生就是仁啊，仁慈啊，不偷盗就是义啊，不邪淫就是礼啊，不妄语就是什么信啊，你讲话相信 啊不饮酒就是智啊，
这跟儒家的无仁义礼智信是一样，佛教的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淫、不饮酒啊，刚好将将好，广化律师讲的将将好，刚刚好，跟儒家讲的仁义礼信智一模一样。你不杀生，当然就很仁慈啊。你讲义气，你怎么会偷盗人家呢？是不是啊？的东西呢？哦，最后一个，你不喝酒，不喝酒就慢慢有智慧吗？那久了就迷惑你了。喝酒了，酒精中毒啊，头壳有点坏掉。哎，我前世一定吃这条戒吃得很严，我一闻到酒味就昏了。真的，我一闻到那个味道而已哦，就头就昏了，受不了了。这条戒啊，然而鼻息啊，就吃戒就是大丈夫，不分男女啊。然而鼻息，鼻息就是同一口气啊，大丈夫的气息啊。只要你持五戒，持戒就是女人也是大丈夫。男儿鼻息啊，好气刚风，好气就是天地的正气啊，刚风就是正风啊。这刚，这个刚跟那个刚金刚经的刚一样，哎，这个念刚，好气就天地的浩然正气啊，刚风就是正风，不是邪风啊。这个刚风就是高空中的风，也叫做刚，金刚经那个刚，刚风。好了，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方式，就是我有责任，我有责任要振兴佛教。我希望所有的佛弟子对皈依很清楚，一目了然，不能有含糊。对八关斋戒非常清楚，对五戒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一直用这样的心来护持整个正法。我不希望说 来这里简简单单说个半个钟头，大家都搞不清楚什么是五戒，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八关斋戒，也不懂得如法观想。那我不希望这样子，所以我希望很完整的一套讲完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明天2:30皈依，谢谢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